咱民众一直踮亲的生活空间。南投县环保局同台中市彰化县环保局在乡下县市种种投爱乡下乱流所检查，在环境部的支持下，将来会增加三件协商执法设备，加强乱流所检查，希望做得有效来挡暗潮暗龙年的行为。过来。沿途车停后进行噪音检测。因为汽车是儿童时噪音影响来源，所以中彰投三县市贴片合作，对了两期间系统联防基地。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具有机动性又会跨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移动污染源，所以这种区域性联防跟区域性合作就更显得非常的重要。不管是中彰投或者是中部八县市在暑假期间的稽查工作，这都只是这个针对噪音车辆稽查工作的一个开始。南投县政府环保局表示，礼拜联合稽查，包括相应协商科技执法，同夜间加强处罚了了手段，同时同民众前往噪音热点加强设置违规车辆。我们会每个月去机动调整我们的热点，那我们会架设我们的声音照相设备，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遏制我们南投县的噪音车辆再继续横行。取缔或者告发不是目的哈。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车主能够平常要检修你自己的车子，那尤其千万不要改装你的车辆。环境部也为技术部署地方政府增加相应气象科技执法设备，目前全国有228套，换算到224年，起码会增加到306套。希望有效阻止车辆噪音，环保居民点清的生活。客家新闻李鹏琪南投报道。